据香港媒体《苹果日报》报道，息影11年、现年46岁的王祖贤日前被拍到终于返回香港，现身铜锣湾买衣服试鞋上餐馆。在《苹果日报》刊登的照片中，王祖贤原本漂亮的脸蛋却似乎严重走样。报道中称，王祖贤眼神不如过往炯炯有神，加上鼻子较以前高耸，双颊紧绷，似乎进行过微整形。而就在众网友感叹昔日女神已不在时，微博认证是南都娱乐周刊记者的网友却在微博为女神平反，称《苹果日报》特意把王祖贤拍丑，并爆出照片为王祖贤证清白。该记者在微博中称，《水果日报》你们的节操已经欠费，影丑相加标题党，搞到满城风雨，引得王祖贤有人看不过眼，凌晨上百度爆照未证清白，还爆出王祖贤正在追看《溏心风暴》。